第五题，中度台风梅基，编号第17号，国际命名 Maggie， 中心位置为花莲东南东方850公里海面上，以每小时25公里速度向西北西进行。台风中心气压970百帕，近中心最大风速每秒33公尺，瞬间之最大阵风每秒43公尺。根据这段对梅基台风中心位置的描述，下列叙述何者错误？我们看到这里已经写的是位在花莲的东南东方850公里海面上，所以当然是以花莲为参考点，选项 A 对。题目告诉我们中心是在花莲的东南东方，所以相对位置花莲就在台风中心的西北西方，所以选项 B 也是对的。题目我们告诉我们说是中心位在花莲东方850公里海面，所以表示他们距离就是850公里，所以选项 C 也是对的。选项猪说梅基台风也会位在恒春的东南东方，这当然是错的，因为恒春是在我们的花莲的南边，我们的参考点不一样，我们的相对位置就不会一样，所以呢选项猪是错的。所以第五题问我们说，根据这一段对梅基台风中心位置的描述，下列叙述何者错误？我们答案选的是猪，梅基台风中心也会在恒春的东南东方。